原标题：美国网站，战争中的惊喜。1940年4月，比利时外交官在重庆创造亚洲滑翔纪录。1940年4月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准备滑翔机的起飞事宜。身着白色衣服的是 Louis Desson， 周围是协助他的人们。JPG 219-40年4月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在滑翔机起飞前和国民党军官的合影。JPG 319-40年4月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和他的滑翔机。JPG 419-40年4月25日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在创造亚洲滑翔机纪录后，围观群众簇拥着他和滑翔机。JPG 519-40年4月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在创造了亚洲滑翔机纪录后的新闻发布会，他手上拿着一个滑翔机模型。JPG 619-40年4月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在扬子江边坐在草丛中看向扬子江的照片。JPG 719-40年，重庆，比利时外交官 Louis Desson 侧面照片。JPG 返回搜谷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